使点劲儿了呗。等你发现凶杀犯罪以后，完了，牛逼，谁谋杀谋害你了？然后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，牛逼，我研究研究吧。案发以后，牛逼，我不得先出去。咱们到第三国，你有病，你怎么能离开？你怎么能让我曝光呢？我在上国际法庭，你有病，你去国际法庭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你说这他妈什么玩意儿的呀？我的，即便记住，人是人他妈生的，妖是妖他妈生的。